车厂宣传自家车款从来无所不用其极，今次轮到 Nissan 日产。眼见圣诞节已经过咗好几日，系时候收拾圣诞树上边嘅装饰啦。Nissan 教大家如何用 GTR 解决呢个头痛问题。当然，前提要拥有一台 GTR 啦。